女王当家，熊赞美浪底下，大家好，我是节目主持人女王王彩华。嗨呀，我们的节目呢，在 FB 华视娱乐秀粉丝团以及 YouTube 华视综艺频道都有播出哦。亲爱的朋友，一定要好好的锁定，爱港湾道三团道公狗啊！今天我们女王当家，走出了摄影棚，来到了这个非常。费逊的厨房，你知道吗？这些厨具都是来自意大利所生产的哟。等一下呢，要做出非常健康的料理。那亲爱的朋友，今天打电话进来要送你什么呢？就是纯正的台湾蜂蜜哦，好你那里滴不不，然后赶紧卡点为例吧。好的，现在要来介绍呢，这是所有婆婆妈妈从我们女王当家开播到现在。一直在问我一个问题，彩华姐，啊，你哪都没叫恁囝许富凯来？哎呦，今仔日总算该邀请来啊！各位亲爱的朋友，以热烈掌声来欢迎我的儿子许富凯婆小姐！ Yeah, 我来了，女王当家，来自桂林，哪有这起上啊？这是百香果哎。气泡水，气泡水。哎呦，真的吼，叫你阿好吼。哎呦，那叫你阿乖啊，然后交杯酒好啊了，好好。哎呦，来，今天你就属于我的。你讲我这囝吼，真正吼，不是干那挂高墙了，佮高主持，佮高演员，啊，佮嘴佮甜啦，哦，啊，佮友好。啊，我今日来佮有一个任务，就是要学安怎煮食，等于煮我们爸爸妈妈食。是，这是上重要的代志。你甲看麦啊，有赞无？对啊。啊，但是婆婆妈妈想要听你唱歌呢。这是什么问题？这是我的工课。我给你带来一首非常甜蜜，然后呢，很适合在每天听的一首歌，叫做。米酒陪我就像你们的米酒陪一样，嗯啊、好温暖哦！已经，那开始了吗？他唱吗？好，开、啊、一杯，全场朋友双手借给我，借给你。好，喝我醉的小小的温暖的米酒陪，为你化作冬天的一杯花。今日受风吹，今日冷冷归暝，因为你是我的一切。好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米酒杯，日日夜夜为你热情如火。一份爱的代价，爱你今生今世，你是我最爱的宝贝。相信所有的朋友都是我们女王当家的宝贝。耶耶，我好听吗？谢谢。超好听的。谢谢。你看看金曲奖入围六次，对。虽然没有得奖，但是一定有机会，因为他还年轻，对不对？实力派的。哎呦，中午吉刚，你一定会拿到金曲奖，对不对？我们期待。好，我相信我来了女王当家这么好的一个气氛的一个节目呢。好运呢会跟着我的，一定的，是对不对？你真的太高兴了。好，今天我们要介绍呢很棒的一个料理，是对。但是呢，要先来介绍我们的这个今天的另外特别来宾，是就是我们的厨电达人黄英凯，还有我们的肖主厨，型男帅哥，来哦，彩华姐好，富凯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哇，这个是我们的厨电达人啊，是。哎，英凯，你哎，你有个凯，他也有个凯。你是凯哥，他凯弟。我凯弟啊。对。你好。对，等一下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哦。那今天我们的肖主厨进哦。对，今天来带来四道的蜂蜜的料理。是。第一道是那个炖猪肉，那我们选用的是五花肉跟梅花肉各半。好。有蒜头、酱油、米酒跟蜂蜜。好。再来是那个花桂，就是我们有蛋，然后那个。面粉，然后以及它等一下调的蜂蜜水，蜂蜜水，我们等一下用这个蜂蜜去调的蜂蜜水，然后再做成那个花桂，然后接下来我们做的是姜母茶，姜母茶用蜂蜜跟姜母，然后就熬煮成茶，是这种天气最好的，对，然后最后我们煮汤圆，我们汤圆煮起来之后会拌上这个蜂蜜，让它。整个香气整个上来这样子，是怎么办？我一直微笑哎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这些食材都是我很喜欢的，而且我是第一次听到用蜂蜜来煮菜，
对，我因为蜂蜜，你说姜茶这个可能还有听过，一公迪吧被跟蜂蜜结合色彩，我是第一次听到。我跟你讲，全世界，我夸张了哈，对不对哈？没关系，全台湾，全台湾。当然，我这里这包我都拿来整，可不可以放蜂蜜嘞？对，而且呢，这个加起来就是毫无违和感。哎，好期待。对，就是很棒。你都加落去，唔惊你感觉讲，哎呦，特别好食。这个料理特别不同款哈，有特色。哇，厉害！但是今天我们讲到蜂蜜嘛，是。那还有一位特别来宾哦，对，是我们的蜂蜜达人。达人呢？一起来欢迎这位女王蜂，好像蜂蜜条。来介绍蜂蜜完毕，我们先来，等一下就开始煮菜。那第一就是来介绍我们的意大利蜂种，你看来多可爱呀！天哪，你的蜜蜂是来自意大利？对，来转给大家看示，然后大家看看啊。我们养蜂，这个蜜蜂来了，这是它的 baby 的家，这是夜亮蜂蜜，这白白的是它已经成熟包起来了。是，然后给大家来看。蜂蜜怎么来的？然后我们家里养蜜蜂的几年年代，我们养蜂历史有80年了。哎呦，80年对，我们有4代了哈，4代对，4代了耶，4代。然后大家看看，蜂蜜是这样来的，这是不是露珠、水珠？这是蜂蜜，蜂蜜，我们是纯天然的蜂蜜啊，看到哈，蜂蜜从这样来的哈。是蜂蜜，对，就蜂蜜是。然后我们现在虽然没有去山上跟各位介绍，来槽片拿起来，就像这样，它这个封起来的包子割开，这是我的手勺，然后蜂蜜就要到离心力器采。来这样离心力采，这样采蜜，这个样子啊，放下去啊，然后采了之后呢，来大家看看过滤网，这样过滤。过滤网完毕呢，好，带回家有没有很干净？非常干净啊，就这么样存了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大家要吃出健康，要吃出美丽，我们要养生，不要养医生。当然啦，好，谁要养？对，当然要养生很重要。来，我准备什么？我请客啊，来，请客啊，我来请客了啊，对对对。哎，你小主厨，来，你是无用你的哈，我等下准备要吃你的料理哈，你豆豆煮嘿，我慢慢来。哎，因为我叫一个女王蜂啊，哎呦，她拍控制哈，所以现在咱先来加啦，我先来处理你，我来然后再来处理你。好，我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哎，今麦对我讲起啦，比如蜂蜜啊，你是无盈利的，我认为我这个无盈利啦。好，先讲这个朋友嘛，哎喂。我们现在你给他挂起来那个蜜蜂奶，我们就喜欢去嗡嗡嗡嗡嗡，大家轻轻轻松松来送蜂，来轻松松，来采蜂蜜，来来来，你们这个等一下加蜂蜜好喝，真的是百香果，是好，来大家看看，这样叫做采蜜。哎，我第一次看到，好酷！快点，去拿，自己拿，来，怎么了？自己拿的吗？去拿，银凯，我的先给他，先给他。好，来来来，进来，好，来，好吃，好吃，谢谢，好吃，来，二十来，好，谢谢，来，哎，叫我姐，叫我同学，好，来，快进来，我来，快点，快点，这样吃哦，好吃。啊，你也可以加到百香果更好喝，加咖啡也好。哎，我这样会不会太贪心啊？来，来哟！来来来来来，好进来啊！好棒，好棒，好棒！好吃哦！好吃！哦，真的！还要吗？香不香？好吃，还要。好，来这边，来自己采，来这边。哦，好，来这边。不要浪费哦，这个都很珍贵。加百香果，你可以加到你的百香果里面。加到百香果。哎，兄弟，你叫我姐姐啊。你自己采，我没吃过这么新鲜、这么纯的，现采的，这从山上带回来的。张主厨来，好，我请客，
来，举快快举快快。哦，谢谢。不好，不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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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纯呐，哦，好纯的哈。啊，你老看过来来煮诶，哈。好，我想来助力哈。来这边有，嗯，来。啊，真的超好吃的，这里有啊，我这里还有哎。放百香果来，来，给你一杯子来。可以吗？啊，来来来，抠下去，哦，好吃吗？好吃。哦，这这个蜂蜜再加这个百香果气泡水，哇，赞。有咪还可以加咖啡，超搭的哦，还可以咖啡，绿茶、珍珠奶茶，啊，多好喝，多好，菊花茶，那我也在哈，柠檬，谢谢，啊，记得，这都很养生哈，非常养生，谢谢，哎 ，OK OK， 安尼好食吧，好食，我讲好食，好食，我唔是歹人哈，你当然嘛是好人，是虾米人讲你歹人，安尼好人，对不？来，我叫警察个两个。好来，他们再介绍。好来，我们早餐来吐司面包加蜂蜜，安呢，啊，安呢就喝起啊，不要那么甜，你就不要放那么多，啊，给你的儿子吃好了啦。那那个蜂蜜呢？那儿子吃啊，给我儿子吃啊，不好意思啦。哎，请问一下，那蜂蜜有什么营养？营养有180种的矿物质，然后呢，它产它的是纯天然的酵素，嗯，酵素，然后酵素吃的多，健康比别人多，嗯，人一定要吃酵素，当然，还可以加化学的，当然，还加掉毛好，当然啦，化学你跟它加工的东西，而且像你遐水，还有，哎，像你遐水啦，我这老鸡母啊啦，无水啦，你老鸡母，你是你跟你讲，我无，我大家都在山顶在在捡这汤。大姐，你有够够水的啦！老了啦，老了啦，对啦，没啦。妈呀，你讲，嘿，咱人就是做自己的呵，对哇，哈，做出你个人的特色。专台湾无第二只女王蜂啊！你是独一无二的，真的，热情掌声一下。谢谢，嗯，好，好，来，今麦这个时阵呢，娘娘好，咱来小组做来无应该呢，我李佳贝来问咱一下银凯，好，好。这个像这个感应炉，我们中式的那个料理都较大会，感应炉可以吗？可以，绝对没有问题。是吗？对，因为它透过一个磁场的转换，它让你的锅具，嗯，哦，锅具都是整个变成一个加热的一个器皿，哦，所以不会是只有底部，它会整个都有热度，所以它速度会够快。那再来，你像我上次有加那个水。嗯，哦，500cc 倒下去，开下去，哎，30秒就冒泡了，超快的，对对对。所以它适合，也适合焖煮或者炖东西吗？哦，更适合，更适合。我们以前炖东西都有一个经验，嗯，哦，你火开下去开始炖的时候，哎，后面去看的时候发现旁边都黑掉了，很难洗，对，很难洗。哦，那就是因为我们那个瓦斯的火力我们不好控制，可是感应炉就不会，它是用段数来帮你定温。哦，所以你可以设定好你的温度，那它也没有明火，哦，它就是哎底部均匀的加热，对，然后我们人在煮的时候啊，我们的感受就是哎怎样呢？哦，煮干，哦，来光，再来光，再来低啊呢？哦，它不会，它不会。他说的你好，真的好，没这么点哈。嘻嘻，都讲这北北当吞了呗。好，这个是辣，对我们身体，你要吃甘蔗怎么吃？吃口香糖怎么吃？配掉哦，配掉哟，没有蜜就配掉，要吃下去也可以，就不可以吃下去，吃下去的呢。OK OK， 啊，都嘛不要紧的掉，哦，不要紧了哈。对对，嗯，哦哟，哦，真的太棒了，嗯，好。我们过去还很多东西可以吃，真的哈。哎，对，我们来问一下，是小主厨，你今麦做搞的吧？现在啊，现在我们已经把肉炖下去了，那待会要开始煮汤圆了。好香，老香姜母茶也煮了，我们来熬出味道就可以了。是。好，哇，好香哦！对，那个猪肉味道，嗯，又对，加了香，对，加了蜂蜜跟这有白饭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给你白饭，吃面包就可以加了，等一下就可以吃。好，他已经吃了一片了，你留点肚子，那等一下他会吃好吃。好可爱，二汤圆。好，这个时候我要问一下我们的女王蜂大姐，嗯。这个蜂蜜它是可以喝热的吗？可以啊，我们现在煮控肉了啊，也做荤粿啊，也煮等一下煮汤圆啊，可以。因为呢，它是纯的，所以说在蜂蜜，纯的蜂蜜可以煮热的，所以说冷开水香香，热开水也香香。放在手心上，如何认识真的蜂蜜？放在手心上，越揉越香，就是纯蜂蜜。纯蜂蜜可以加热开水，越揉越香啊。对，我揉给你闻好了。不，我这边有，我这边有。嗯，好了。哎，我等你交点小费了。啊，变来，我教我，来，现做给你闻闻看。好，来，香不香？告诉大家。
有个花香，嗯，有香哎，好香哈，嗯，越揉越香，因为你出去外面没有水嘛，没有热开水，直接都放在手心上，越揉越香，就是纯蜂蜜，它合成的蜂蜜揉起来就不香，是，哎，那等一下过去吃的全部都很香。那请问一下哈，这个蜂蜜呀，在这一天当中是什么时候来喝是最好的？很重要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唱歌的人就是会喝一些蜂蜜润喉，真的吗？含在喉咙，蜂蜜可以润喉啊？可以，而且它其实你加一点那个柠檬是更好。嗯，对，柠檬蜂蜜很好喝。对，我真的哦。那、到底什么时候喝最好？哎，早上先养生，后面来再来，随时都可喝。因为我们养生不要养医生，知道吗？我知道。早上起床先喝一杯温开水蜂蜜啊，温开水蜂蜜，对吗？是没错。然后一片记得吃一片水果，那记得吃一片水果，就可以把你昨天不该有的东西把它不要了，不要了。然后你其他时间都可以吃哈。不用，了解。安利后，好，安利，那还有可以吃，走，继续吃。好，等一下，继续吃。哦，就蛋姐，嗯。我明知道这个，我觉得帅哥，我还小可该按来者。对，个我先来问一下银凯哦，这个蒸烤炉的优点在哪里？蒸烤炉吗？来，我们蒸烤炉是开始了，来，现在把它蒸下去了。来，这台的是啊，啊，好贵，好贵，好贵，这个出力了，对啊。哦，好，蒸烤炉来讲啊，它可以蒸，它也可以烤，哦，所以我们蒸的料理啊，我们比如说虾子啊。哦，或是说帝王蟹啦、安金啦，吼，一些我们要蒸的都可以进去蒸。嗯，那烤的话，热盐啊、羊排啊，甚至说全鸡，全鸡你也可以直接给它进去，哦，都可以。对，它一鸡就有两用。嗯，对，那重点是说，哎，有时候我们只有蒸只有烤，可能还不能满足我。是啊，除了我想做一些不一样的，对，它可以同时哦，它在烤的时候还可以帮你出蒸汽，出蒸汽。对，就是说有些像虾子啊，我们在烤的时候，哦，它是比较属于干的口感啊，那口感比较干一些。那我们想要哎有比较湿润的话，就是可以按一下，它可以同时在烤的时候帮你出蒸汽下去，而且那个是高压蒸汽。哦，高压蒸汽。对，所以它旁边有一个可以装水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在这边，在这边。这个是可以装水的。对，看到。它很智慧，就是水就是放在这一边，然后盖起来，哦，它有中文的界面，所以我们直接这边操作。哦，它就会帮你哦，蒸汽就会出来。那你可以定温，哦，重点是定温。对，有些我们的食材啊，它其实不适合太高温的烹调的方式，所以你可以固定80度、90度或是100度。哦，第一个我们的养分就不会流失，是。那再来，我们又很好控制我们食材出来的一个品质。是，对对。那要蒸之前要先预热吗？预热哈，预热其实可以不用，对，可以不用。对，你就是放进去。因为厨电来讲，整个就是我们就是使用要方便，是啊，是哦，所以放进去之后，直接哦设定好就开始了，对，哦，然后蒸汽很快，加热速度很快，是哦，这么快哦，嗯，哎呦，那一楼小主厨啊。嘿，来你不用吼，我马上我跟你问一下吼，啊，这花桂要蒸多久？大概10到20分钟左右。我们看花桂做的大小，像容器大小。如果你小一点，要可以缩短时间；如果大一点，再增加时间这样子。那你要用那个大火去蒸，大火对，就是蒸汽要开到最强，最强对，通常要水汽要够，它才发得起来。是是是是。那像子这样的蒸烤炉，它会不会很耗电？因为我们婆婆妈妈吼，大概吼都爱勤俭持家。有没有这种是会当较省的，就尽量省啊！啊，这电钱会足伤的呗？没，这个东西哈，这是在我们是意大利原装进口的。哦，在欧洲来讲，他们更重视节能这一块，所以它这用的是220的电。对，220，对，是220的哦，所以它会比较省电。对对，所以它在喷鸟的过程，这里空隙都对不稳定。哦，老伴娘换一台了啦。老伴娘，你要跟妈妈讲。我跟妈妈讲。妈妈讲，你以后就是煮什么就很方便。方便。对，就是你要那个全鸡啊、蒸鱼啊、熟菜啦、蔬菜烤的都可以，因为它蒸烤都有，对不对？哇，灰熊鸡烘焙，而且快速。对。是不是哈？还有什么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吗？对，当然用这个东西来讲就是健康啦，就是健康。对，因为用这来没有油烟，我们在烤东西，对，哦，轻食，对，重点是没有，因为我们煮菜的时候是要加油，
是啊，我们用这个煮，我不用加油，反而它有时候还会帮你把油炸出来。哦，你烤一些肉类的料理啦，那就是在焖烤的过程当中，它的油就会滴出来。对，其实吃的更健康。对对对，真的太棒了。现在我们就是要注重养生跟健康啊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好，小主厨，来哦。现在汤圆浮起来了。哎呀，浮起来了。浮起来了，我要把它捞起来了，淋上蜂蜜了。你还没被讲，你要圆圆满满了啦。对，那是步高升的啦，浮起来了。赞赞赞，浮起来哦。那你刚刚说那个，控肉嘛，对，是对不对？对对，它有加蜂蜜，对不对？它加了蜂蜜，是是，就是通常我们就是熬的话会加糖或者是加冰糖，那就是加蜂蜜，它增加一组它的不一样的风味。所以你这个是没有加什么冰糖、砂糖，没有，完全就加蜂 蜜。对，啊，我们用蜂蜜去替代其他的糖。天哪，我好期待哦！好，那还有什么样的料理它是适合加蜂蜜呢？通常我们会把就是像有加糖的，那用蜂蜜的话去改变它的那个层次，比如说你在卤肉或者是说做任何像蜜汁鸡腿啊等等的，那你都可以用运用蜂蜜去增加它的香气，那而且它这种蜂蜜吃起来不会让自己比较肥胖，因为它是当糖，所以它吃起来比较健康。你说单糖？单糖，对，是的。单糖跟单糖。有一个料理叫做拔丝地瓜。拔丝地瓜，那个可以用蜂蜜。拔丝地瓜黏黏，也是可以的。对，也是可以。比较甜的你就加蜂蜜，因为吃糖是有双糖。糖特色是双糖，它会留在你身上，蜂蜜不会。蜂蜜叫做单糖，它是刚才有介绍那种花蕊里面来的，是蜜蜂去采回来的，不是人工所制造的。所以它有很多的矿物质，对不对？有108种，108种矿物质，所以这个它不会增加你身体的负担，对不对？对，而且又健康，加蜂蜜，是好好吃哦。真的好期待哦。好，因为蜂蜜加。汤圆加蜂蜜，大家来团圆！哎呦，好会讲哦，真的好棒哦，好期待哦！你看现在加蜂蜜了，要加蜂蜜了，哎呀，好耶！好，亲爱的朋友，现在我们就要赶快来进一下广告，马上就回来。节目现场了，我金卡等我礼拜要送你纯正的台湾蜂蜜，哎呦，让你喉咙该会得志哦。好呀，现在呢，立马就要来试吃了哈，期待好久了。我儿子，你怎么了？因为我在思考我要吃哪一样啊？因为我四样，有四样，对，都跟蜂蜜有关系。是，我觉得这个先吃咸的，吃咸的是不是？是不是？那我先来吃这个空肉看看。好，来。蜂蜜蜜汁控肉，蜂蜜做的控肉，是来你们可以吃啦，来哦，你那你唔免拎这三位来宾吼，唔免甲重量，不要紧，妈重量嘛，那我帮他拼上然后我们的吐司面包包这个控肉好吃，啊、这样子啊，我给好你的儿子吃，今天吗？还不好你的儿子吃，谢谢，我做的，你吃，我儿子我老像。我头有听到，人佫生只迄个烟斗，对，佫高水，佫有人烟，佫得人听。来，我嚼恁看。我嚼无，赞无，对味，而且不会腻。因为一般吃这种那个蜜汁，好像都是用砂糖还是什么糖做的，可是这个，较 Q， 对哦，它的肉会比较 Q。好吃啊，真的好吃。对。而且用蜂蜜做的更不一样，更才不会对那么甜，不会死甜，死甜，对，对不？对，英凯你刚刚呢？那个口感跟一般吃的控肉不一样，变得很滑顺，很滑顺，然后那个蜂蜜的香味，就真的，而且香，颜色好漂亮哦。对，我再夹给你好吗？啊，可以，够够够，对，你看妈妈都爱我，不好意思，妈妈是一定爱你，对呀。
你的爱可以稍微放在心里面。好可爱了，真的没有啦，开玩笑啦，尽量释放出来，不要紧。我讲小煮煮力，只想告诉我，真的好吃，而且这个猪肉的那个 Q 度刚好，也不会太烂，也不会太老，也不会太硬，对，刚好适中，适中对。因为那蜂蜜其实带来的一个效果很大，因为你卤出来之后会比较油亮，那也增加了它的一个弹性，这样子，跟一般的那个糖是不太一样的。对，光泽度很漂亮，很好吃，很好吃。好，女王蜂姐姐有，听说你曾经有500,000只的蜜蜂在你身上，有，大家看看。在这边，这个人已经去135个国家了。我代表台湾参加世界走透透，是世界走透透。然后是这个50万只贴在我身上，我那一天给他盯了100多下，这个脸已经30多下了。然后养蜜蜂很辛苦哦，非常辛苦，怎么辛苦？要照顾它，像冬天还要做花粉给它吃，然后就是 baby 一样都要照顾它，养个漂漂亮亮。虽然辛苦，不过有代价。代价在哪里？代价在哪里？代价在哪里？在这里，我们得了很多奖。这个是今年刚出来的奖啊，这是10大杰出，全国10大杰出养蜜蜂之我们这一家，全国10大鸡翁农业产修班，6340几家才10家，就很厉害耶，6000多家。然后你看哦，我们还有20万吗？很花20万，那20万你用到哪里去？大家啊，我们这班的女孩子很多啊，不是我们的，是。然后你们那多吃蜂蜜哈，它的营养那么多，有什么好处？来，营养的好处那么多哈，来，有帮你拿，有大概180种养分，是有矿物质、有机酸、维生素、糖类、寡糖、果糖、葡萄糖、铁、钾、锌、镁。维他命 C 耶，铁、糖类、有机酸，蛋白质，怎么弄？就每天跟他喝一杯蜂蜜，比如说你外面有吃到有农药的还是怎么样的话，你就可以喝一杯蜂蜜，你就养生了，保养非常好。哎呀，真的，是。那听说喝蜂蜜精神会很好哦？对，为什么？它就是有这些108种的矿物质，是。那比如其实我都不吃饮料哦，我去山上我就是。吃虫虫啊，吃蜂蜜割了就吃，这样啊，白开水。妈呢啦，你哪无蓝山的，我有蓝山的好哩，你忙了解去吃虫虫啦。对啊，我吃虫虫，那个蛹很好嘞。是那个虫虫啦，白色的啦。对啦，我知道那个有丰富的蛋白质，但是你不能。可以啦，才会健康啦。改天人家都在煎蛋，很贵，有没有？就是那个啦。好想吃看看。好想吃看看。哎呀，真的，那个很好呢。男孩子越吃越帅，哇，女孩子吃的更漂亮。住在哪里啦？在哪里？住桃园。住桃园很近呐，我们找时间去啦。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采蜜有蜂蜜可以吃啊！我爸爸说哈，开饭店不怕人家吃，所以你看到我吃蜂蜜都不用钱。像我在上课哈，在上那个蜜蜂生态解说课，大家都排队，我都给他吃蜂蜜。你出茶，我出蜜，哇，他们都好高兴哦。对，太棒了，没关系，这个人真好。只要说蜜蜂养漂亮，蜂蜜没问题。是啊，因为别的没有蜂蜜很多。哇哇哇！然后呢，这个意大利的蜂种很重要，要去改良。改良啊？怎么改良？改良叶亮蜂蜜啊！刚才我们看到不是很多叶亮蜂蜜吗？你们都采得很高兴，因为蜂种有2种，一种是成都很会生孩子哦，吃蜂蜜，它蜜都吃光光；一种是它很会采蜜，都留起来给我。就刚才你们吃那个是啊，要去改良，然后要用爱心，你每天都很开心，用爱心爱大家，大家爱我，我爱大家。所以你会跟蜜蜂聊天吗？最好的蜂蜜给你们吃，不会啦，它是哑巴孩子，它不会讲话。哑巴孩子，哑巴孩子，那请问一下哈，你说你们已经4代了嘛？对，这辈子你啊嘛哈。七啊，您爸爸，您爸爸在这么几岁？爸爸若是在的话是97。爸爸去养蜜蜂就不信，然后我又回来养蜜蜂。什么爸爸不信什么意思？就是一个女孩子把我们撞的。不理他。OK 好。那我又回来养蜜蜂，我养得很认真。是。你们已经就是
你们家有几个小孩？我们家里有11个女儿，2个儿子，有5个姐姐，5个妹妹，1个哥哥，1个弟弟，啊，我在中央。哎呀，爸爸你那家用啊，新的那家好生十一年，对，太幸运了。暗时啊，较早困嘛吼，安个真卡人啊，才有法度人一直生囝。你还高追了？人家爸爸养这些女儿没有吃亏，如果57年没就每天赚40000多的蜂王乳的钱回来了哟。啊，民国57年那年我刚出生呢、欸。那我爸爸好，每天赚40000，吓死了！如果40000，那个时候应该可以买一间套房了、欸。然后哈、哦，那个日本人来买蜂王乳，用那个布袋，用要夹餐碗来温刀蒸看、用根哎啊弄钱哦，哇，好多钱哦，绿色的。多钱哦、喔！女王蜂他们家很多钱，好野人哦、喔。古早时阵吼，啊爸爸我那爱烧的，人讲中山八路加八拜，我就听这句话，我就来买衣服了，我去买橱窗的衣服。哦、爸爸会买衫，伊就钱给出来好乖。那不能做错，一定要认真养蜜蜂，啊，做蜂王乳这样。哎呦，啊、真的哦，就是这样啊，骑野狼机车，是，好、哦、高压哎。哎呦，这样杠哎，哎呦，真这样没有啦，我们就是有分两组啦，要认真工作，是认真工作，爸爸都很疼你，是，然后你把蜜蜂照顾很好，像我现在每天都是玩这些蜜蜂，因为我的蜜蜂第一不用劳健保，不用劳退，不用薪水，好厉害哦！你做嘛想要玩工啊？玩工读医咩？啊，就他呢，他天蜜蜂啊，蜜蜂啊，他你给你吃一只，一只让给你吃。我自己照顾很多蜜蜂，我明天还要到想想他们这个蜂蜜要采蜜，明天还要送过来，因为不能平切，大家很爱我。爱我的蜂蜜哦，那爱的人呐、啊！哇，你一个人家己做给你看呢，对嘛？吼，是啊，孩子养大了啊，我是一个单亲妈妈。OK OK， 那非常的辛苦啊！你们的蜜蜂是养在哪里啊？很开心，来喝啊喝啊喝！那都来叫我得，叫我得啊！开始，那你买我的蜂蜜啦，叫各种蜂蜜啊！来来来，开始啊！来来来，蜜蜂是几里打？台北县、桃园县，来。辛苦你了，辛苦了，谢谢，啊，很高兴认识你，很高兴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啊，你好可爱，有空来请采蜜啊，谢谢，谢谢，啊，大厨，大厨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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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辛苦，天哪，这个蜂蜜跟姜波得搭起来好特别哦，谢谢师傅，大厨感恩助人呢，啊，好喝。多喝一点，很对味的哦。综合的，对，综合那个姜的辣度，比较让它比较温和。温和。要怎么煮你知道吗？怎么煮？怎么煮？就是煮开了，姜包得煮滚呐。啊，蜂蜜再下下去哦，不是蜂蜜豆豆这就会煮，不是哦。完了。你煮好之后就加蜂蜜哦，哈。哦。才会破坏掉营养。了解。这样知道吗？哦，了解，了解，了解。这样。啊，那还有一点还没有讲。还有你讲。蜂蜜绝对泡好冷开水之后稀释，放在冰箱，不能加冰块。不能加冰块，再次说不能加冰块，为什么？你冰块加下去，它的酵素全部噔噔全部睡觉了，没应用啊！你试试看，你回去试试看。所以蜂蜜它不能加冰块，不行，两杯蜂蜜水，一杯加冰块就是甜甜，一杯还香香。你拿去冰还是香香，还记得哈？所以它不能加冰块，但是可以冰在冰箱里面，对，稀释完毕。是，还你这个不能冰哦，营养会冰不见哦。那它开了要不要冰？不用不用。它有纯天然的防腐剂哦，所以它是不用冰的，放在阴凉的地方放就好了，阴凉处就好了。那你想一下，我山上的蜜蜂那么多，它有冰箱吗？想一下，我想一下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没有冰箱，对不对？山上，哎呀，没有。现在应该都有冰箱啊。哪有？它在蜜蜂在山上就有冰箱啊！蜜蜂，蜜蜂，蜜蜂，它没有冰箱。对，但是女王蜂，女王蜂家里有冰箱，她家有大冰箱。那就是这是天然的，那蜜蜂它自己会采，它很乖，天还没有亮啊，然后就去采蜜，然后哈回家天还黑夜，它在飞嘞。是，请用，请用，还有汤圆嘞，请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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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边还有汤圆嘞，来大家看看啊，这汤圆。大家来团圆呐！这边没夹汤圆啊，没有啊，夹汤圆都夹。来哦，夹夹汤圆的，夹汤圆呐，先夹汤圆哦，大家团圆，你们试试看，不一样，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！先吃有没有感觉香香？有，什么什么都香香的，对不对？香，好吃哈。有，我这份再给你吃。你是宝贝，我没有吃，你是宝贝。哎，这个汤圆是纯糯米做的嘞。糯米做的，有没有好吃？我告诉大家，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。你们是我来介绍，大家不要吃糖很多，用蜂蜜，蜂蜜是单糖，然后我们这样泡下去。当你要吃糖，你就想到我。
那你们大家来采蜜。四月份我在彰化采蜜，你们全部都来。嗯，有五价各五量，看得到、吃得到、拿得到。我给你们有蜂蜜哦，那花贵也要吃呢。这花桂也好吃哎、那我在这边要问一下这个主厨哈，用蜂蜜来做花桂，跟平常我们用一些砂糖来做蜂花桂有什么不一样？哦，通常我们用那个糖，大部分都用黑糖或者是二砂。那我们这次用蜂蜜的话，它是增加了那个香气。那你就像在吃蜂蜜蛋糕一样啊，只是中式的感觉，但可是吃起来哦，就像蜂蜜蛋糕一样哦，有那种甜蜜蜜的感觉，真的像蜂蜜蛋糕，很像蜂蜜蛋糕，很像蜂蜜蛋糕。汤圆吃好，再吃那个花桂啊，这个不要客气，给你，好好好好好好。哦，这外面买不到嘞，真的，外面你在哪里买不到？外面买不到，谁会做酱给你吃？不可能。有啊，花钱就可以买很多，可能有纯蜂蜜汤圆啊，纯蜂蜜汤圆，对对对，啊，纯蜂蜜没啦，没啦，真材实料的啦，没啦，纯蜂蜜煮酱汤圆给你吃，没啦，没有啦，然后你每天喝蜂蜜都很好，它是来养生，记得养生不要养医生。那我请问你哦，因为人家一般人们都说蜂蜜是很就有甜嘛，会，对，那会不会胖？它是单糖，就是不会胖。啊，你说甜的很甜，它就是合成，它有香料，有糖精，啊，你都乖乖去，啊，你都给你泡蜂蜜水喝就好，没有蜂蜜跟我讲。哇，我家都很多，来去采蜜，知道吗？我们不要养蜜蜂哦。那不用拿来了，我就给你啦。好，怕他叮我。你蚊子也很多，你就一定会说，哎呦，叮到你就会哭喽。哎呀，真的很好吃。对，这样子好好吃哦。哎，会不会跟别不一样？而且好你炸东西加点心。对啊，好。一起喝起啊。好。哦。好厉害。你我妈妈弄的。行。很贵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，谢谢。啊，我想去菜市啊买糖啊，可能就是用啊，刚讲到黑糖，黑糖不是砂糖，对啊，就是不会，因为这个吃就不会腻，对，就可以一直吃下去。吃的时候咬一咬，在嘴巴有没有感觉香？有一个花香的味道，咬越香哎，对，对，吃不腻。吃不腻，吃不腻哦，太棒了！你要记得，只要吃甜的，你要记得我。好哦。他今天来这边上了一课。哦，只要吃蜂蜜就快点，你忘不忘不蜂蜜啊？对啊，来呀，来山上割蜜啦，喝很多蜜啦。而且我跟你讲，不止今天要介绍我们的这个蜂蜜是这么的棒哈，对，这么天然，而且这么的香。再来，我们银凯，对不对？你们这个这么棒的意大利所生产的这个厨具才是厉害的。蒸烤炉，对不对？它的优点再跟大家来讲一下。蒸烤炉的部分呢，像我们这个花桂就是用那个蒸烤炉去蒸出来的，所以它就是在定温的情况下，它不会说像电锅，电锅其实它的温度会来到130、140。那温度就会太高，那其实有时候它的香味啦，而且像天然东西，温度太高，香味就不见破坏掉，对，就不会被破坏，所以它的定温在100度去烹煮我们的食材，对，那就会吃起来，像这个吃起来就太棒，它的营养、香味都还在，香度都包在里面，就是好在这里。好，那我们这个富凯啊，我们家儿子呢，我天天也够吼，真正有够老唱歌，好，主持黄金年代，然后戏又演得好，对不对？接下来有什么样的计划？跟所有的泡泡妈妈来讲一下。接下来的计划还是一样啊，就是主持，而且我觉得在新的一年呢，一定要有新的作品要跟大家见面，所以我也在筹备当中。对，这是我今年最大的愿望跟希望。对，把专辑用好。是是是，所以大家都非常期待你的新专辑，因为你的歌真的太好听了。谢谢。对，六次入围的金曲奖哈。假摔。亲爱的，入围就是肯定的呢。你看，才几位而已，就表示你真的是实力派的。所以未来呢，你的前途是一片的光明，很棒。还有在这几年呢，遇到了彩华姐，真的是帮我很多，谢谢彩华姐。我儿子太优秀了。好，那我们刚刚呢，有来这个介绍这个银凯所来特别介绍的智慧厨具嘛？听说等一下呢要介绍一个这个不用手洗的洗碗机啊，太厉害了。对对，重点来了，洗碗手不用碰到水，你们相信吗？对对。真的不太相信哎，好期待哟！亲爱的好朋友，赶快打电话进来，我们今天就送你这个纯正的台湾蜂蜜。想不想了解？真的不用用手来洗，就可以把你的碗盘都洗好。进一下广告，休息一下，马上送回来。
赞的拢在家，亲爱的朋友，赶快打电话进来，我们送你什么纯正的台湾蜂蜜哟、喔！蜂蜜耶，哎呀，好重要、喔，这个我很喜欢。哎呦呦呦呦，来来来，现在我们英凯，嘿，凯哥，哎，曹花姐好，不干好，对，我们刚刚已经问好了，啊，猎狼，那你这样你要紧张啦，搞联手，搞联手，搞联手啦，你多人不怪嘛，对对对对对，而且你叫凯哥很爱叫我，哎对对，哎，老了，你是凯哥，啊，伊是我凯儿子，嘿，对，我是凯弟啦，对，凯弟，对对对对对，好哦，现在来问一下哈，这个英凯，我们这一台呢，听说经过了这个欧盟3A评鉴的智慧洗碗机哦。对，没错，没错。是欧盟在洗碗机的评鉴有分三个项目，嗯，省水、省电，还有烘干。对，那这台洗碗机在这三个项目分别都得到了 A， 哦，这个等级。对，但是我们三 A 的一个洗碗机是最顶级的。对对对对。对，那请问一下，这个洗碗机它有什么样的功能吗？哦，它的功能来讲，哈，它很贴心的，它已经预设了我们很多家里可能会使用到的一些情境，所以它已经有很多的一个功能。这是什么？它有预洗，就是帮你简单的冲洗一下，那再来它还有快洗，可能我赶时间，我想要快一点洗完我要出门，所以它有快洗。那再来还有现在全球暖化，它也有节能，它有节能。那再来还有说，我的碗盘比较少的时候可以有二分之一的一个洗程。那最后一个最重要，洗碗机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功能，就是我们人用手洗达不到的一个，就是杀菌。它最后一个可以到70度的一个烘干杀菌的一个功能，70度，对，用70度的水去洗你的碗盘，细菌全部都，哎呀，好棒哦，完全没有细菌，没有细菌很重要哎，你知道我们常常过敏的人都很怕遇到细菌，对呀，对啊，可是我看上面这两台，两台是不是这个水是不一样的？对，这个洗碗机的水特别不同吗？对，你讲到重点了，这是我们独家的一个软化系统啊，对，软化系统，对。对，你也可以称之为过滤系统。对，我们都知道洗碗机在洗，它是用水去洗，所以水很重要，很重要。对，所以经过这个来讲，它可以除垢，然后抑菌，对，还可以除氯。啊，除氯。对，那它可以确保我们每次进水的时候都是干净的。对，所以在水干净的情况下，对我碗盘洗出来就没有问题。那这个可以使用多久啊？这个吗？这个来讲可以使用一年，一年。然后我们会有专业的服务人员会到你府上去帮你做更换。哇！对你都不用，你也不用加盐巴。有些洗碗机要加盐巴，自己倒哦，要弯不下去哦，不行，不用，我们会直接到府上。就帮你更换这样子，而且服务非常的好，这个品质挂保证的呀。意大利，意大利没有错的。那这样子这一台呢，大概多少人份的这个碗盘？这台洗碗机来讲，大概13人份。13人份，对，看一下里面，很大哎，看一下，你看打开来。它有上层、下层，上下嘞。对我们一些比较大的锅子啊、浅盘、深盘，都可以摆在下面。那这里可以放，刀叉，刀叉的部分，筷子，直接把它摆进去就好。摆进去，对，摆进去就可以。嘿，这个坑的可以。哦，这样就好。那这个还可以移动。啊，还可以动。还可以移动，嘿，好时髦哦。对对。哦，这样子啊，上层这个可以。放杯子的上面，对，就可以我们的饭碗，或者说高脚杯，甚至说我比较长的烹调用具，是哦，它可以直接摆在这一边，因为摆下面可能太长，会去跌到，那就是放在这边就可以，是，对，哇，这个，对啊，哎，哇，这个真的很厉害哈，13人份，啊，那像安尼洗爱洗碗固才清楚。那洗碗布吗？我们刚有提到说，我们这里就有很多的选择可以让你选，从27分钟到2.5个小时都有。你要多干净就多干净，你要快就有快。啊，好贴心。看你想多快就多快，对，是吗？是这样吗？对吧？对，你要洗久一点，就是看快过了过两个钟头。对对，快，你想要今天要达到我要烘干杀菌的效果，是，那我们就用最完整的洗程去洗。对，那我今天要快速的，我就用27分钟去洗。27分钟一次就搞定，对啊，对不对？我想要进去洗一下，你想洗吗？请问怎么洗啊？对，这个来，请进。我们是说要怎么洗？怎么洗？没得洗，洗洗冰箱嘛。来，我跟你讲，姐姐，麻烦一下。哎呦，给开过。好，在洗车了。啊，
哎呦，是这样洗的，大家有没有看得很清楚？婆婆妈妈们，来，都是安内洗哦，就这样洗。好啊，这个会不会很浪费水啊？这个不会，你看它是用三段式的水柱去冲洗你的碗盘，嗯，那再来它的水只有浅浅的，它每一次进水只用到你四公升的水，哦，那一个完整的洗程大概会进五次的进水，大概就是二十公升而已，对，对，所以你看它这样冲，它每次这样冲就是底部的水循环在冲而已，所以它可以省水。也可以省电，这个很重要哎。对，要不然一年这样下来，电费、水费都会很高。对呀，这样子很省。对的，那这个洗碗机这样洗用久了，会不会有什么味道？哦，对，哦，味道的部分。味道不会，因为我们在洗碗盘的时候，其实它就也在帮你的内壁做清洁了。是，对对，就等于顺便洗里面的这一些，对，就是在冲洗了，对，就是在冲了。哇，真的是好方便哦，但是不会很吵了哦。嗯，还好用注意一下，等一下洗衣服。不会，声音。这个那本书去海边，那种海浪的声。当你若心情不好的时阵，你会徛伫个边啊，听一下。听起来，心情怎么样？感觉哇，就会很舒服，对对，但不会很吵。欢迎带来一首《听海哭的声音》。哎呦喂呀！可是感觉这个声音听起来很疗愈，而且呢，你刚刚讲到的很棒了，就是可以27分钟就可以洗，而且这么多的功能，对，再来它还可以杀菌，对不对？没错，没错。对，总共还可以洗13人份。嗯，对哦，然后非常的完整。真的是太棒了！今天呢，我们女王当家呢，走出了摄影棚呢，是介绍了这么棒的多功能顶级意大利厨房家电，还有银台，你介绍的这个洗碗机啊，解决所有婆婆妈妈的烦恼。美国的吸干好处有没有？妈妈手啊啦！哎呀，有没有登记？真正实在是告赞了，灰熊灰熊鸡干温呐哈！更感谢的是，哦，我的儿子，我们家儿子傅凯。来到现场，谢谢给我这一次的机会，非常谢谢你，婆婆的妈妈都非常非常的爱你，你是师奶杀手嘞，有需要可以来看一下，对对对对对 对, 對，所以呢，亲爱的朋友，我们希望我们女王当家呢，有一天呢，可以走进你家，你家好不好？女王当家，熊赞美隆迪家，亲爱的朋友，一定要准时收看哦，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，女王当家啊，等你哟，拜拜，拜拜。谢谢英台，东翔，谢谢，哦，不能睡啦，不能睡啦，谁没停？